撑住啊，兄弟，漂亮啊，来吧。哎，缺木珠，我靠，我靠，卡住。告诉各位，一个有实力的实况组是怎么玩的？他妈的，看好啊，职业天降，看好啊，赶快把金珠连在一起、哦、我故意不连的，看好。Miss you, miss you, miss you！ 这才叫做实力啊，各位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故意不小心做的，我跟你讲。太多的太扯了。要这种 guts 的实况准备起。鼻子脸吓傻了、啊。对，因为要输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。这跟当初抽神灯跟我没有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嗯，没错没错。只是靠神拖过关的啊！扯屁呀！来吧，木珠连，来吧，啊，木珠没连到，我操，我操，这个失误真的是他那边的，我操，我操，干，这不容易。